不论是走位或是枪法训练，三军一队每个动作整齐划一。赖清德520就职典礼倒数，国军示范乐队当天的表演曲目也独家曝光。适逢黄埔建军百年，也要向三军统帅致意。示范乐队挑三军各一首代表歌曲，《陆军健儿》《海上进行曲》《壮志凌霄》。那在这个编排上面，我们就是会以每一个军种他比较让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作品，以对歌曲强调族群融合概念。当天观礼访兵日团人数创新高，国语的代表歌《勇者的浪漫》还是出自棒球电影《Cano》。这是由日本我们的一位日本歌手所创作。那在这里面其实他就讲到，在那个时代我们是以台湾还有原住民还有日本人一起组成一个球队，甚至打进了日本的甲子园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青春又热血的一个故事。除了乐一队，三军的空中全兵力预演也正式展开。雷虎小组五架 AT3 喷蓝白红彩烟，飞越总统府上空。CH4 拐吊挂军服国旗，陆海军旋翼机紧跟，空军随后登场。F16V IDF 和幻象2000以及永鹰高教机各组成五机编队，国军陆力备战外，也为民族庆典做好万全准备。TVBS 新闻，华正生、焦汉文、刘婷婷、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